郭德纲于谦有多默契。这么说，我们俩有时候站在台上已经说了15分钟了，都不知今天要说什么。哦，好啊，您就一个缸，只要是40度以下。我们俺俩合作20年了，多快，太感慨。好，咱一块儿说相声都20年了，我真的，我看着谦哥其实有时候特别感动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啊，舞台上面的东西再加上学呀练呀，都已经融化在这个血液里。对。我心里想的只有我愿意想的事。春江花月夜，醉舞一曲梨花仙。